喂，妈，在家呢。出去，你让我去哪儿？我就喜欢在家里，出去人多，车也多，不想出去。朋友那种东西我不需要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。啊，好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我出去行了吧？做朋友吧，朋友叫谁朋友？你很高冷，多笑笑吧，你笑起来很好看的。对了，我超爱拍照的，以后我帮你拍啊。这是我学过日语之后最喜欢的一个词了。为什么？在中国，这个词的意思是被缠住，不能脱身，而在日本却是联系的意思。中国人会说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，而日本人却会说我们之间的羁绊越来越密切。我觉得这太形象了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像是不能脱身被缠住的状态。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麻烦，不管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人类所向往的情感状态不就是这样的吗？说要办生日 party， 好多同学都要去呢。你呢？我也可以去吗？